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肖峰，很高兴今天在我们摄影间为我们观众和听众朋友请来一位来自中国国内的朋友。他，我想很多如果您是来自中国大陆，他对您来讲一点都不陌生。无论是您喜欢声乐，您还是喜欢电影，您还是喜欢参加各项的公益活动，都会在这很多大型的活动中都会见到他的身影。而且这么多年来，他从事文化艺术和文化产业的工作，最近他给我们带来一台非常精彩也非常的新颖的这么一台我们称之为大型的表演秀，或者说叫情景剧。欢迎您到处去与我们共享盛举。这位朋友呢，他就是来自北京，他是中影华腾影视文化有限公司的总导演和总制片乌兰雪蓉女士。乌兰女士你好。谢谢您肖老师，感谢您。感谢您来到我们洛杉矶。好，特别是呢，我们听到说您将会在12月1号到12月4号在我们洛杉矶，特别是我们东洛杉矶非常著名的 Pasadena Auditorium 这个大剧院，将会呈现给我们观众一台非常特别的表演秀。想第一个问题要请教您，就是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表演，会有和我们以往看到的歌舞剧、舞台剧，甚至像 Broadway show 又有什么不同？吴兰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好的，谢谢您肖老师。这次呢，我们之所以我们是一个全球的一个非物质文化表演秀的一个这么一个团体，我们准备了2年的时间，我们用5D 加，大家都知道视觉的科技是 3D，对呀。那么我们是舞美的概念，我们又加了2个维度，那么就是听声场的听觉的和嗅觉的5D 啊，加上 3D 的视觉的虚拟实境，那么我们是全方位立体打造，给观众一个带你远行也带你穿越回到那个历史和那个地域这个那个地方啊领域这个虚拟实境的情境当中去，享受那一刻的中国的非物质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么一个表演秀。您说您这一说，你让我想起什么？刚刚大家赞叹不绝的就是在杭州举行的 G20 的最忆杭州张艺谋的大手笔的表演。是的，我在想说您和他那个有什么不同，或者说您跟他那个这个五 D 当的就是五维空间的这样一个表演又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哦，因为我们首先我们的主题内容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Okay. 您知道中华民族是文明古国，很有历史底蕴，那么5000多年的文明历史造就了它的这个艺术史也很悠久。嗯哼。那么在这个文化艺术的领域，非被认定为联合国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世界级的有37项，国家级的有1030多项。嗯。那么整个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品类有7万多项。那我们在这样一个数量的一个范畴之内，我们精选了几十项的，尤其在世界级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门类里，我们有器乐的表演、歌唱的、戏曲的、杂技的啊等等，甚至我们把书法、把太极的理念融入了这场秀。我们用一个好莱坞的故事的脚本，这样思维结构的表演方式，啊，用5D 加的科技秀的模式来给它包装呈现。舞台上的表演是真实艺术家的表演，那么我们是舞美的概念 5D 加，那么 5D 加呢是我们独创的一个舞美的科技的概念，也是在1年多跟无数个日夜跟这个韩国的包括美国好莱坞团队的这个合作开会讨论，我们得出了这么一个结论。所谓的五 D， 刚才跟您讲了是3D 视觉加360度声场，再加嗅觉的，然后这个后面五 D 加的加代表无限，无限可能，代表无限可能，因为我们是做全球的巡演，英文应该叫做五 D Plus， 更准确一点。谢谢谢谢，那为什么要选美国洛杉矶做首场？在洛杉矶的帕萨迪纳市政大剧院，容纳每场容纳3100人的观众，
那么帕萨迪纳的剧院它是近百年的历史，您知道奥斯卡的颁奖仪式， Michael 的Jackson 的首秀等等他们的这些表演都在这个剧院，它非常有历史的底蕴，非常有古典的味道。那么我们这一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演秀，那一定要在有历史底蕴、有背景、有文化的一个剧院去呈现。所以虽然这个剧院可能没有一个专业的科技的一个拍录制棚里，或者说一个大的炫的一个体育场馆里炫这种科技的秀，可能效果更好一点，视觉效果，但是我们兼顾我们的文化内涵。因为不管你一个秀再怎么样包装，最重要的是你内容的品质，我们的内容才是内容为王，内容才是最重要的。那我们这个几千年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它是具有历史底蕴，具有文化内涵，这些表演艺术家都是在欧洲东西方国内外活跃在这些表演艺术舞台上的艺术家，他们都非常的有名气，非常的优秀，在各个领域甚至都获过一些国际的大奖。我们是把国内最好的这批艺术家签了约，来到美国洛杉矶呈现给美国的观众，这真是一个难得的一场盛宴啊。谢谢。而且我相信大家不仅仅是一个视觉的享受，恐怕我们的听觉甚至包括我们的嗅觉都是一个难得的一个享受。特别您提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概念，我想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您这一个大型的这个表演中国元素为主，有没有一些西洋元素，或者说参加了一些西洋的一些艺术的手法，或者说艺术元素啊？这个表演里面只有是视觉科技的，这个是可以讲我们这是世界共同的科技发展的结果。就节目内容来说，完全是来自东方，来自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那么我们会在这里可以说个小秘密，就是我们会在开场秀的开场请一位好莱坞的老牌的明星这个众人皆知的很有口碑的这样的好莱坞的表演艺术家，他给我们做一个秀的旁白解读，开始我们这场秀。那么秀整个结束以后，所有的演员都会上台献给美国观众，回馈感恩他们来看我们这场秀。我们来全体演员表演一个美国经典的歌曲，边唱边跳的献给他们作为谢幕。只有这两个元素是西方的，是美国，结合我们美国本土的情况的。那整个秀里都是中国的文化元素啊，非常地道的。而且大家非常期待这样一场，关键这个东西和我们以往所看到的艺术表演形式有很多的不同，不仅仅加入了很多高科技的东西，而且这一次呢乌兰导演带来了更多的内容，这些艺术家们都是顶级的，他们的很多的无论是乐器还是他们的艺术形式都是列入了联合国非物质遗产这样一个宝库当中的，应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所以再次主持人在这里告诉大家，关注这台节目，12月1号到4号在我们 Pasadena Auditorium 会有这样一场表演，希望你与我们共襄盛举。不过回到艺术的这个本身来讲，其实有很多艺术形式在中国来讲，在相当一段时间，特别是前年开始，中美在官方在政府的层面正式确立了中美之间的文化交流，所谓的人文交流。人文交流呢，包括涵盖方面很多，特别是像我们公司所一直主办的中美电影节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方面。但是呢，更多的艺术形式也在中美文化交流的范围之内。我想请问您，其实呢，在作为一个文化使者来到美国，其实您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台美丽的和这个让人赏心悦目的秀，更重要的让美国人了解中国的文化，让中美之间的距离，文化距离有所缩短。您怎么看中国的艺术走向世界？我觉得中国的艺术走向世界，就要拿中国的最具权威性、最具文化历史底蕴的，而且是具特色的，其他国家所没有的，不管是从历史年轮上，
发展严格上，还有在它艺术的独特性上，是吧？都是其他国家从年代，从国家存在的发展年代、历史背景，从它的地域文化的独特性，从艺术表演的这个传承的这个时间，从它乐器的表现力和歌者的这个传承的这个精湛程度啊，舞者的这个对这个地方文化、民族文化的理解，那么这个都取决于你的文化是否有特色，是否能与他国去交流，是否能被人家接纳。我想接纳一个艺术形式的背景，首先它是接纳一个文化，那么文化的背景它包含着历史、哲学、人文的，是不是？那么所以我们中国5000多年的历史，文明古国，那么这样一种具有历史底蕴的文化呈现给世界，呈现向国际的舞台，我想它是具有特点，具有它的底蕴，具有说服力的。而且确实中国经常要讲一句话嘛，中国的民族的东西就是中国最好的东西，最中国的东西就是世界 的，所以民族永远不仅仅是一个品牌，而且民族也是一种传承，文化的传承一类是自己国家人民之间的继承和发扬，另外也是与世界各国交往当中最好的一个品牌，而且也是最被容易被大家所认同的这样一个品牌。所以人文的交流作为中国，特别是中国在走向一个大国的道路当中，文化本身的强大，文化本身的交流是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吴澜老师，其实我知道现在中国呢，刚才我们提到了中国和美国官方在政府的层面已经意识到，其实两国关系当中文化人文是非常重要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人文交流才是最根本的，因为只有人和人之间了解了彼此，大家才不会产生误会，即便政治关系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动荡，经贸关系也会因为经济危机出现这样那样的调整，但是人文之间这种交流一旦建立起来，只会使两国人民有更好的交往。在中国，我特别注意到您参加了一个叫做中社社会工作发展基金会，您现在是作为常务的副主任，而且我特别注意到，虽然中国有很多的基金会，您这个基金会呢，它的算是基金会的指导方针吧，叫做行文化中国行走世界。我在想说，作为一个公益事业，作为一个基金会，把文化作为一种形式，或者作为基金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产品，您是怎么考量的？文化在公益事业中到底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好，我们这个中社文化中国行走世界这支公益基金呢，是在去年年初在获得这个民政部的这个批准成立的一支文化公益专项基金，就是做文化公益的。那么顾名思义，文化中国行走世界，那么就是我们要把中国的文化，古老的文化底蕴，中国最优秀的传统文化带向世界，像行者一样这样的心态，修炼自己，也修炼我们的文化艺术，走向世界，带给国际更好的一种文化的交流，同时也把国际上最优秀的文化交流进来，做一个交融。那么我们刚才提到了，我们这一次12月1号到4号在帕萨迪纳市政大剧院呈现一场是伍迪家的 Memory 这样一场大型的表演秀。那同时我们文化中国行走世界还给美国的观众带来一场叫歌者吴江名人名曲音乐会这么一个表演，这就是要提到文化怎么样去交流交融，怎么样呈现给世界的观众。歌者吴江，顾名思义，我们是大爱吴江，艺术无界，我们是这样一个意义。吴江是无边界的意思。是的，艺术是无边界的所以呢，我们请的著名的歌唱家姚红、丁毅，我们也有邀请这个廖昌永老师、
那看廖老师的这次的打击了。廖老师去年曾经来到过洛杉矶，进行公益活动，对对，也是公益活动。这些老师们都是在国际舞台上备受认可的啊。那么，这一次可能是姚红老师、丁毅老师他们，因为是全球巡演，我很高兴，我采访过丁毅老师。谢谢丁毅老师，非常棒。还有一些著名的这个民族的艺术家，哎，还有一些在年轻的，在国际上刚刚获国际声乐大奖的年轻的歌唱家啊，那当然也有我们美国本土的一支优秀的室内乐团啊，来呈现这场表演啊。那么这个音乐会的表演，它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您说的文化怎么样交流，两国怎么建立友好的友谊。那么我们既演唱美国的和世界欧洲的一些经典的歌曲和歌剧选曲，那么我们所有的中国的著名歌唱家也会献上一首中国传统的民族民间的歌曲，哎，用这种古典的美声唱法来演绎，也是入木三分，用也很有特色的一场表演。那么同时我也刚才谈到了，所有我们的歌唱家都要唱经典歌剧的，或者是我们美国的很经典的歌曲奉献给观众。那么在形式行为上和思维理念上都满足表达了一种交融交流和中国文化传递给世界的一种呼声，是这样一个形式的表演。所以我们这次来美国的表演它是两场，哎，一场大型的科技的非遗的秀 Memory，还有一场就是歌者吴江名人名曲音乐会。非常好，其实想想真的非常，大家非常的期待，不仅可以听到这么多优秀演歌唱家们的表演和演唱，重要的就是说中华文化和世界这个传播当中越来越多的被世界所接受。说到文化的传播，其实文化传播里面特别是文化形式艺术，在近几年来，其实在美国，因为我美国可能算有点得天独厚吧，很多的一流的中国艺术家都选择美国作为个人的演唱会也好，还是作为一些重要节目的演出也好，所以我们有时候可以真的，哎，一饱眼福和耳福。但是呢，有一个问题想跟乌兰老师探讨啊，我们有很多国内一流的艺术家们，他们演唱舞，其实站在我们华人的听的角度来讲，那真的是一流水平的。但是美国人呢，可能对很多东西的接受度、文化之间的差异，或者说艺术表现形式的不同，美国人民呢接受度并不是那么高，或者说用一句不太准确的话，叫做叫好不叫座。但是呢，同样也是一位中国的年轻人郎朗，他的钢琴完全西方式的表演形式，当他弹奏中国的乐曲时候，依然得到了非常广泛的认同和这个既叫好也叫座。我想请问吴伦老师，就是说在艺术形式上，我们当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外国人的接受的程度和接受的能力以及他们的喜好度，会考虑这些东西吗？完全会首先考虑这些，否则中国文化是走不向世界的。首先要考虑，因为当文化、当艺术作为是艺术本身，文化本身它是理论体系，它是一个完美的呈现，是一个科学或者说艺术门类、文化门类。那么当你作为一个商业的产品，作为文化产业想走向市场，那么就要研究市场的需求，换位思考消费者的需求是什么，怎么让人家来买你的单、买你的票。就是您讲到叫好不叫座，不是艺术本身不叫好，不叫座的意思就是票房。那么如果文化产品变为文化产业，文化变为文化产品走向世界，那我们还是要结合当今的市场规则是什么，经济规则是什么，文化市场的游戏规则是什么？我们首先要弄明白这个，才能把我们的文化加以包装。要叫好，既叫好 ，OK， 没有问题。我们的从艺术，您讲了非常棒，在国际上都是拿奖的，甚至拿金奖、银奖，是被认可的。那为什么就不叫做呢？
因为可能我们只是注重艺术本身了 ，OK， 注重文化内涵本身了，而没有注重它的市场规则、它的运作方式、人家的国际的文化产业的文化产品的品牌的推广方式是什么、游戏规则又是什么？可能我们的导演、我们的文化人、我们的艺术家没有去充分的去考虑，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是经过无数次的会议，当然我们也跟美国的洛杉矶的百汇文化基金，我们跟我们美国的华人当中好莱坞导演工会的好莱坞的导演孙耀宁孙导，我们都有无数次的接洽和会议，我们最后达成了一个，我们形成了一个共同的工作团队导演团队，我们来把这个事情做好。当然我刚才讲了，在科技方面，在听觉和嗅觉的方面，在舞美呈现方面，我们也结合了好莱坞的制作团队、结合了好莱坞的导演进来帮我们来把它完成好，打造好我们的表演。所以可能我们的艺术内容本身是中国传统的艺术家，表演是经典的东方文化、中国文化，但是呢我们在呈现方式上，在包装的形式上和推广上要考虑本土，考虑西方国家的接受度，他们的接受习惯和思维习惯，这样才是真正的对人家的尊重。而且这个不光是一个，最主要就是大家要达到一个真正的文化交流的效果。而且就是说我们形式有了，但是有没有这个实质的效果，其实有的时候，当然虽然这是很难确定的，但是这还是必然的。有一个问题啊，我可能有点难为我们乌兰老师，但是我还是想问这个问题。因为在文化交流，特别是当我们谈到中美之间的人文交流的时候，文化交流和所有的行业交流有一个最大的不同，文化的交流本身是有一种价值观的交流，东西方，就是说无论你的表现形式本身，你所呈现出来的不仅仅是艺术，而且是传递给这个社会，是你的价值观。比如说我们美国好莱坞，人们就说好莱坞是什么地方，是制造美国文化英雄的地方，他们就承载了美国文化向全世界走出去这样一个任务，不管它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是愿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同样作为文化艺术，中美之间意识形态差异蛮大的，这个我不知道乌兰老师有没有考虑。当然有考虑。这个问题其实跟您上个问题还是有更递进的，有关系的。是这样，因为在文化背景的不同，赏识文化的这个审美的不同，我们有充分的考虑。那么还是说回到舞美的包装、舞台的呈现，乃至演员的服饰啊、化妆、服化道方方面面，我们都有考虑，包括一个秀的时间长度，对，包括它的剧情的跌宕起伏、是否符合观众的这种心理，我们都有缜密的设计。那么充分考虑到，那么西方国家的这种观影习惯，它的对一个节目秀的忍耐度，或者说欣赏美好的这个程度，它的时间。为什么我刚才讲我们是用好莱坞的剧本的这种推敲模式来呈现一个，来酝酿一个舞台脚本，整个剧的这个剧本。那么为什么这样？我想西方的优秀的东西我们要吸取，我们要拿来为我们的节目内容做一个很好的铺垫和服务。那么在剧本的设计上，那么我们是按照观众的心理学的这种承受的，比如说这个时候这一刻他可能看得有点疲劳，你会马上转给他一个惊喜，或者说上来就是震撼的把你抓住，一上来就是非常震撼的把你先抓住，然后我一会儿是安静的唯美的，在某几分钟可能你要擦亮眼睛去看，你要把耳朵清空了去听聆听，非常的近，也许再过下一秒是一个爆炸式的给你一个惊喜。那么这才是符合现代人，符合我认为西方人他的这种快节奏的文化。看来您是把好莱坞导演们这点功力全都拿来了。